所以呢，如果呢，喂，为什么你这么好笑的？波子新闻报道，最近有一种新的毒品，就算你不吃都会中毒的，这么奇怪。这种人的病征容易辨认，初步分析是有以下几种的。首先第一种，我们称之为行路不停回信息综合症，无论行到哪个头和颈都会倾斜45度，双眼微微斗鸡，啤住过一块3-4寸荧幕，有人撞人，有墙撞墙。这种人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状态，成日都会幻想自己被人震惊，其实就水静河飞，冇信息啊。之后有一种人好喜欢细声讲大声笑啦，远见到这种人千祈不要以为他们自闭，其实他们是同伴在倾紧电话，不过是同段录音倾紧电话。第四样，高科技路痴啊，怎样去荃湾公园的呢？咁究竟咩事啊先？都不识路的时候，找都不找就开 Google Map， 向天挥两嘢，然后一个八字咁样转，人哋唔知道，仲以为你驱鬼添。呢种人喜欢玩鸭屎，但又永远不会带尿袋。当冇电的时候，就会周围两嘢借电，但又永远都不还噶噃。系咯，收你做兵，不要以为收兵一定是你情我愿。你有没有玩过屎塔 game 啊？好好玩啊！哇！我送啲生命俾你一起玩啦，仔啦！一起玩啦，一起玩啦，好玩啊，好玩啊，好玩！只要每次买到订到新机，佢都总系要喺你面前扰攘一番。喂，睇下，唔知边个嚟？睇唔到啊，睇晒啊！你老豆啊？是的，買我先影先啦。真係你老得呢度，哇個邊度金嘅真係。然後第八就係耳機盒啦，哟。原來我知道。荃灣公園點啊？荃灣公園啊！荃灣公園，荃灣公園，公園，公園，哦，公園，嗰度。第九，闪电手指功。呢种人外表同普通人差唔多，但当你见识到佢复信息嘅时候，佢就会。最后一样就系乳浆啦，啊唔系呢个鱼，系呢个鱼。世界上最难明嘅笨唔系有鸡先定有蛋先，而系点解佢信息啲表情都多过啲字。就算一句你好吗，后面都要加上。点知原来是你唔好话你冇见过呢种人。所以呢，如果呢大家身边有啲咁嘅人嘅话呢，就提一提佢啦。如果唔系呢，喂，有信息。发送。Hello。Hi。有人想知道波子肥个样系点呢？揿嗰条片呢？揿嗰条片啊！揿嗰条片啊！揿嗰条片啊！拜拜。